我说你们两个有完没完啊？我招你们惹你们了？你们这叫什么？一唱一和，夫唱妇随。什么夫唱妇随啊？不过公孙大哥，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反正我永远都是站在你这边的啊。只是希望呢，公孙大哥这次解开的谜题是个女的。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你们这知道吗？这壶不开啊，那哪壶开了我提哪壶啊。我投降了，行了吧？我错了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鲍长。说正经事儿，你昨天晚上都看到什么了？我都是闭着眼的。我问你，是从钱兵的账本里都看到了什么？啊，你问的是这个啊？那要不然你以为我问的是哪个？哪个？哦，对了，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来，这上面写着，钱兵有很多的钱的支出，都去向不明，但最后都是给一个叫四少的。四少？这四少是谁？会不会是他的儿子啊？把银两存到自己儿子的账下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了。对了，还有这个，你看，高甲军营的兵器，这个，都是在钱兵的铁房里面打造的，而且造价极高。这么说他们是合谋，中饱私囊，分赃不均，互起杀机，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哎，这么说的话，那个高甲最可疑了。对，他是值得怀疑。包公子。哦，公孙大人，我家夫人有请。好，我们马上过去。是。哎，腰酸背疼啊。哎，四肢不勤。哎，我整晚都在看这些账本啊，那像你们高床暖枕的。哎，我也陪你在椅子上睡了一个晚上，我只是比你早点起来梳洗，我也没有觉得不舒服。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？说的就是你，看你睡得那么舒服的样子，脸上还泛着笑容，所以啊，才没有吵醒你。有吗？有，而且啊，你是抱着小蛮睡的。啊？哎呦，哎，说实在的，你的笑容啊还有点银啊。记错，展昭你肯定记错了。包大哥，你是在给我使眼色吗？你想说什么啊？哦，是我搞错了，不是有点银，是特别的银，非常的银。这个像他。对了，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，夫人在屋里等我们，不能让她等久了。哎，小蛮，没关系，只是抱抱而已嘛，也没有怎样。是啊，男欢女爱正常。什么呀，臭大包，要抱也别在人家睡着的时候抱。